快速问医生创办于2002年，旨在提供中国领先的医疗信息和医患互动平台。目前网站已经汇聚了国内840多家正规医院的50000名专业医生。截止2013年年底，服务咨询人数已经突破8000万人次。现在每天用户咨询人数达到10万名，5到10年预计目标能够达到100万人次。通过与运营商网络通信技术的结合，能够显著提升医疗行业整体的运作效率。之前我们单纯使用互联网技术来实现医患通讯，我们发现语音通话质量较差，而且还经常无故掉线，对用户的体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。而目前我们采用运营商网络能力以后，通话清晰稳定，视频流畅，用户获得了良好的体验。目前我们即将上线的业务是点击拨号和在线医档。点击拨号，在网站上选定医生后，可以在网页上直接点击与在线医生进行对话咨询。在线医导是直接通过语音的方式来了解患者的诉求，根据患者病种选择空闲状态的医生，将患者的语音呼叫转移给医生。我们预计每天的咨询数可以提升30%以上，为我们实现5到10年的商业目标提供了高质量的通信技术保障。